我提着心爱的舞蹈鞋，轻轻推开门，走进那熟悉的舞蹈室。多少年前，我因为这双小小的舞蹈鞋而爱上舞蹈，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舞衣，舞台上的追光灯一直追随着自己。终于，我穿上了心爱的舞蹈鞋，忘不了当时的心情，是喜悦，是激动，更多的是向往。我对着镜子一次一次的练习，因为我相信我会踏上属于自己的舞蹈路。Thank you.
的各位来宾。NCC 的同学们，阳光舞团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 UC 的新三女队员刘子清，我是来自西雅图的老三女队员孟海珍，我是来自 NCC 的孙道成 ，And I'm Robert from NC State。在这阳光灿烂、落叶缤纷的金秋时节，北卡阳光舞蹈团迎来了他20岁的生日。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非常有幸能够和桑尼的新老队员、粉丝们还有亲友团们欢聚一堂，以舞蹈专场的形式为阳光庆生。首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刚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古典舞串烧的桑尼们，好不好？今天是一个团聚的日子，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有北卡三角区现役队员，也有很多特地从外地赶来的曾经的老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老队员和他们的亲友团回家。今天在 NC State 这熟悉的舞台上，让我们一起重温Sunny20年来经典的舞蹈，共同回望我们曾一同走过的美好时光。This year i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Sunny Dance. Current and previous members of Sunny Dance and their families, friends, and fans gather here from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to celebrate the 20th birthday of Sunny Dance Group. 得知Sunny 20周年庆典，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发来了贺信，在贺信里这样说道。值此北卡阳光舞蹈团成立20周年舞蹈专场文艺演出开始之际，我仅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活动致以热烈的祝贺。长期以来，以北卡阳光舞蹈团为代表的北卡侨界精诚团结，热心社区事务，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努力促进中美两国科技、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绩斐然，令人钦佩。仅向北卡侨胞长期以来的辛劳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北卡阳光舞蹈团成立20周年舞蹈专场文艺演出取得圆满成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总理事唐礼。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出席今天演出的嘉宾们，他们是北卡华人联合会CAFA董事会主席姚成伟先生。CAFA会长杨明先生。CAFA文化部副部长美美 Davis 女士。Rory 汉语学校副校长徐潇江先生。Carrie 中文学校前校长熊亚林先生。红雀艺术团崔红吕云珠女士。红舞鞋艺术团 J 徐女士。彩虹舞蹈团张建新先生。嘉宾邓江先生。周大操先生。战刘先生。Sharon 女士。Cassie 女士。杨红女士。肖宇女士。以及来自 NCC 和孔子学们的代表和嘉宾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今天演出的赞助者，他们是 Jack 刘和李丽夫妇， Tommy 谢和 Sharon Wong 夫妇， Cathy 丽女士， Tommy 姚和施红夫妇，北卡华人联合会大丰收鱼庄以及 Pfizer。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对此次演出的大力支持。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the U.S. for their
in the U.S. for their support and the letter. We also want to thank our VIP guests representing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o the showcase. And lastly, we want to thank all the sponsors for our show.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今年是 Sunny 的20周年，我们当然是1997年成立的了。哦，那为什么要叫阳光 Sunny 舞团呢？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希望我们的舞蹈团能够像太阳一样温暖明亮，永葆青春。哎，海珍姐，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听说咱们 Sunny 最早是跳古典舞和民族舞的，是这样吗？啊，是的，表演中国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一直是 Sunny 的传统和特色。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有哪些舞种，以及过去20年 Sunny 都跳过哪些舞蹈。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folk dance have been the focus of Sunny Dance since the beginning. Please enjoy a brief video introduction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classical and folk dance and a review of Sunny Dance in the last 20 years. Thank you.
香，你跳过这么多种类不同的舞蹈呀，艾子清，你最喜欢哪一种？我个人呀，最喜欢的是汉唐舞，既古典又活泼，就像刚刚视频里大家看到的天师舞蹈踏旗踏歌啊，描述的呀是一幅古代丽人携手游春踏青的景象。歌词里唱道：“君若天上云，龙似云中鸟，相随相依，映日与风。”君若湖中水，浓似水仙花，相亲相连，日月弄影，让人不禁想起汉乐府里无时美妙的词句，以及那个时代的自由气息。那么子清，咱们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欣赏由桑尼们带来的汉唐古典舞踏歌。Next, please enjoy Han Dynasty Classical Dance Spring Outing.